挑了奥特曼最喜欢的榴莲。哎呦呦呦，这么吓人，别买了，家里很臭。走了走。呀，怎么就买回家了？大兔婆想吃的东西一定要吃的。好吧，那今天就来吃榴莲，好吧？嘿嘿。那我快下口闻一下。两个人开开心心的啃肉夹，哎呦，忘我。一会儿给你个臭臭炸弹。我已经准备好榴莲了，让欧卡恰狗看看它。欧卡恰狗，你们闻闻这是什么？有个没兴趣，还是我的鹿角香。哎，你怎么好像有点喜欢？看榴莲，小心啊，危险。他们好像很想吃的样子。因为他们就喜欢臭的东西。臭的。嗯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怎么感觉有点像凶案现场？哇，榴莲你会痛吗？我看危险危险！哇哇，臭气已经露出来了。看看，哎呦，我也好香好臭。到底是香还是臭啊？我要开了。怎么还有个狗头在那里？哇哇哇哇！哇，好香啊，这个榴莲。哇, 哇, 哇，这两个人好像疯了。小心啊，来闻一下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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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控制不住控制不住了，哎呦，退后退后。原来你是榴莲柴，是因为你喜欢吃榴莲。是啊，吃不到榴莲吃我手套。爸爸去拿盘子了，有个人要偷吃榴莲，舌头都歪了。哦，好大一股！怎么后面冒出？哎，手套，吃不到榴莲，把手套给偷走了。哦呦，好大一口，请大家吃。你们家有没有人害怕吃榴莲呢？我爹哋好惊榴莲味，次次我哋屋企食嗰阵时咧，佢又退让唔开，仲要冲锋三日先得。此处艾特岳父大人。我实在是太馋了，可是本地只能买到这种速冻的榴莲。有的是不错了，我看上回没得吃，只能舔手了。这，你怎么率先行动？这个，哎，我看这个谁老偏。我吃不到，我想吃，喵喵喵。吃不到，吃空气。你们两个是不是想吃榴莲？这么乖，坐在这里，一会儿就让你们吃一口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给你们两个尝一尝。狗狗可以吃一点点榴莲，但是不能多吃。哦呦呦呦，真香真香真香！手上没有嘞，哼，意犹未尽。嗯，很想吃。帮妈妈洗手呢。很想吃，再吃一点。哎呦呦，激动的，嗯，嗯，好吃好吃，没有遗憾，吃过榴莲，可能就是榴莲狗了。妈妈，我还想要。嗯嗯，恰哥，你嘴上榴莲味，臭臭。好，吃完吧，吃完 ，go go。好好吃哦。你不要吃那么多，给我吃。来来来，给大家表演一下美食 UP 主是怎么吃榴莲的。怎么没声音啊？喵啊！太香了！